让我们乘着阳光的海上做夕阳的目光，不要把露出胸的。嗨大家，凯恩斯 Day 3 Always start my day with ice latte。Day 3，我们今天的行程是我和汪汪，你先别走，我和汪汪要一起去浮潜啦。但我们两个和浮潜有一个超深的渊源，就是我们两个人生中上一次浮潜都是我们一起4年级在马尔代夫那一次，然后那次可能就 basically 浮了5分钟就被打捞上去了，所以我一条鱼都没看到。然后今天就是我们可能时隔十几年，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浮潜，人生第二次浮潜。他的和他的 cheesecake 早饭，这个甜腻的男人。早饭，他就要吃甜面。是邦代币的时候，我们要拍一张。昨天晚上加第二天中午都是你。